由讲师讲解日本的传统服装及浴衣穿着方式，学习外国文化不能只是看书听课，更要实际体验。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特别来到日新国中办理日本文化体验课程。觉得这一次的活动是促进我们中日交流的一个好机会。我们今天穿的这个浴衣啊，它虽然说穿起来有点凉，但是看起来非常帅。还有我们这个木屐，我在家里也通常都这样穿，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棒。文化交流中啊，食衣住行啊，开始啊，让啊这个最容易让最容易着手，也让学生啊更加快认识啊那个日本的文化哈啊，很细心也很贴心的哈啊，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step by step 哈，这样教孩子怎么穿。那先由孩啊老师示范啊，再由啊学生来穿哈。我想这整个过程啊，就需要让孩子哦，除了知识的理解以外，要加上啊体验啊，就是落实108课纲哈，从体验过程当中学得了新的知识。除了课堂讲授外，也安排了和服体验活动，让学生穿上和服感受日本文化，体验穿着浴衣比较与台湾服装的差异处。第一次穿和服，学生们直呼新鲜又难忘。穿浴衣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就是要缩小腹，然后变很紧，然后走路的时候就是会变成小碎步那样子。今天老师有教我们浴衣相关的日文单字，觉得吸收到很多知识，也认识了不一样的文化。穿浴衣的步骤有很多，也不能穿错，然后也要同学帮忙，自己一个人可能没办法把这件浴衣穿好，没有穿过这种衣服，很有日本人的感觉。和服是日本的传统服饰，有很多细节要注意。在老师同学互相帮忙之下，每一位同学都有机会亲自体验穿着浴衣，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学习到简单的日文单字，留下美好的回忆。またこちら山形県の学校とこれから交流したいという希望があるようなので、モチベーション高く日本人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勉強してく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非常に期待しています。他觉得很有趣，因为日新国中的学生非常的聪明哦。简单的日语带进去，或者是穿这个浴衣的一个方式，学生都能够立即的反应。透过日语，透过文化，可以让台湾跟日本做一个很好的一些交流。透过跨文化的学习，让学生对于日本文化有更多的认识，更懂得尊重及接纳不同文化的差异，呼应108课纲，从体验过程中学得不同的知识。记者洪一伦、曹敦正采访报道。